进来，来，打表。民警进入办公室，要求所有的成员乖乖坐好，不准乱动。这是个赌博网站的机房，设立地点不是什么偏远山区，而是在台中七期的高级商办内。在警方严格查缉之下呢，许多的诈骗以及赌博机房呢，纷纷从台中七期朝富路转移。不过呢，他们并没有离开太远，还是选择呢这附近的豪华商办。除了看上这里的戒备森严，也希望用里面的豪华设施来吸引成员加入。警方调查发现，这个线上博弈集团为了吸引成员加入，不但在求职网站上强调办公地点奢华，有健身房、高级会议厅，还打出了各种优惠，包括符合劳基法特休假、年终奖金、三节礼金、生日礼券、尾牙、部门聚餐，一样不少。自诩公司工作环境优良，更主打员工生日礼券、三节奖金、活动聚餐以及特别休假等福利。初步清查，这个赌博网站每个月经手的赌资高达1亿7千万，而且内部还采取企业化经营，有资讯客服、人力和会计等各种部门。警方一共带回主嫌和成员共42人，一并以赌博罪移送法办。而新闻联张军台中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一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